射击不如尬舞，为首不是全部，我有我的领土，要是你先砍树，战争不如尬舞，为首不是全部，我有我的领土，要是你先砍树。哎，干嘛总是打打杀杀，我们还不如来建设国家。我不是设计的强者，隔着屏幕就像是一种隔阂，但队友让我守着房子，他们都叫我建筑者，建起堡垒守卫者，这就是我们帝国的守则。玩着射就蒙圈，盖着房子我上天，为了达到岩泉，跳伞跳到了毒圈，出门不带药水，带着高手雷，搜索极品装备，玩的差也有地位。好啦，我不喜欢人人斗，打打杀杀，我们就不能合作愉快吗？